层草原，碎裂星辰。这正面肉顶进去之后，回头十秒到九秒，大招缴械，三个人要进场转一圈打不动，再被这痕迹被压制了，变成嗜血，回头补一枪，再点第二个，再点辅助，点完之后这边只有双枪追着打，猪八戒。嗜血完全不虚，水晶这个位置不拆，现在闪现不动，一个射手，再把他点掉了，一招打出了复活斩，再一分枪，只能拆水晶。环星圣斗士的意志坚不可摧，第三下，一个的位置，没掉，连住飞天，无法无天，再杀一个，但是在这边杀一波伤害能打出来，赫塔输出没有人能管啊，不会放下心中的怒。看这个后裔，没有人能拦他了。将气势击溃下，绽放黄金剑，抢到了一个大的三连决胜。加油，各位，勇夺第二吧！赢了，有复活，打掉了一层复活甲，进来要扑了，被围两个逼到墙上，再困难，直接把大家出来了。现在终于在家很凉子呀，张无忌啊，今天这边莲花在跑，没打到，完了，完了，零换四。只剩下一个青梦，可以一波了，二连击破，肯定要被一波了。星光荡开宇宙 ，Fly 闪耀其中，还要再打，再切一刀，危险无坚不摧，危险进入到了高地位置。比海更深，比天更蓝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不会比现在更自由。哎呦，双手开火吗？召唤海。退回来之后，塔下两人，艾迪也被秒了，再秒一个，再回头拉进去，直接打诺言。ありがとう、ママ。而且他把猫拉到了塔里，上官婉儿再起飞。诺言被杀掉之后，我这一杯又吃到一手炮顶回来，而且没有大招，二技能位移。收掉一波同时还可以存一波血量，再给大家起飞，再杀一个，这一波强行 carry。真理并不掌握在多数人手中。不过呀，他旁边应该能守住，但是黄石诺言的诺言也在，哎，打空了诺言。没错，谁人先清兵线？他也来了，四个对面老牛大闪拍四个，啊，诺言就回了一半血，大招再来，没错，再回一半，而且一诺这时候赶到，再接大招，再接一技能又回一半二技能，再拍十三二技能，他的疯狂点再回。哇，不死的战神6.6，这里是让我忘却一切的战场。哎，他没大了，他自己在里面，裴俊不小心想不扑不死，回头暗器支援，动一下，动作，一个大招，不死不能的去，回头再砍。诺言这个位置，看李星了，看李，哎，快输了这个标，一秒钟，我都是一技能加速，他追不上，他前面短，反身大招没有中，回不是反拉，没拉到，又再中，我拉了，闭盖，哇，最后的魔，做了90万人，超凡，这里是。为我所统帅的战场，看西看西，闪耀，追上我，跟伤害再追一下，66在追猫神，这回是我的保护，这回没保住，只有一个吕布，这边能守住吗？这么多人，难度非常大，再追上了吕布，兵线进来，闪耀红军先打了猫神，最后的希望，大招下来，这边没动到，降龙要被秒，不掉，清不掉，清不掉，兵线进水晶，这一局的胜利属于黑军。列阵在北，玄武听命，避邪恶，调阴阳。开了三个传奇奇力，接下来开天辟地，再点他这边掉一个扛，这边扛不住，世界第一人带走。我的水枪和眼睛都在瞄准你。黑锅了，一口喷出来，只剩一个人。元宝珠，能清不到打水晶，抗拒重演。下一波兵线，哇，花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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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花海小心点，三个，三个，三个，